Hello，今天吃炖那肘子，还有青椒炒白鱼菇，昨天剩的那个鳗鱼，我先来一个肘子皮，哎呀，掉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你别光吃肘子皮，怕了吃的。我胖了咋的？我胖了我也能配得上你。你不信你问他们。这么自信？那必须的。超过150我就不要你了。行吗？你不要有人疯抢我，好，你还让我吃饭吗？